这部电影它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试图去捕捉生命的存在，试图去用我们渺小人类的思维去思考它，理解它。我们私下其实都相处得很和谐，这样都会聊天。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大家 一开始开拍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他也是一个认真的演员，我看他就是有很多他自己的秉性在做功课，就从他们身上我觉得都学到很多。